再举个例子呢，就是讲说这个锻炼的这个部位，锻炼的部位，第一个这个是刚才从意境的时候在桥上那个，在桥上锻炼贯头的那个，第二个也是在桥上贯头的那个，它这个两个呢都是在这个高位西二和西三里面，颈椎二和颈椎三的那个位置发生了这个骨折的锻炼。凝血呢，相对来说稍微多一点，也支气管内有凝血块。第一个我告诉你，第一个凝血的骨折，它有这个，它有的散裂当中呢，有一个这个交通失误，裂这个压迫的这种压伤，碾压伤的时候呢，它这个发生了骨折锻炼。碾压程度大概是在这个第四分第五的这个颈椎这地方发生了这个锻炼，凝血的少量。还有一个是这个，在这个碾压机里面，碾压机里面断了一个头，它是在第七和七的那个断点上，血液这个是少量。这个是刚才落地，这个钢木材，刚才落地的时候呢，砸断了这个男性的这个颈部，它的位置是到七一个下。血量少量，所以胸部这个外伤，这个胸部的外伤，容易出血。总体来说，血液量相对来说少，但是这个血液量多的这个说明它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改变，位点呢都高一点，这个他们也有小手术。那么头部外伤的这个主要的发生，通过一段的发生要素，应该是脊柱的这个束缚肌上，基本上是根据脊柱的这个要求基本上是，一般都是这个脊髓、束髓。一般都跟那个束髓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它需要一段的时间，气管内有这个血液凝血块的这个吸引的现象，急性窒息和这个生化学指标变化呢，类似于这个急性窒息的这种生化学指标的变化。总之啊，诊断这个意识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生前还是死后的意识的鉴别，要注意这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没有这个窒息的这个征象啊，颜面部的改变，地沟的这个生活反应，这个要这个注视一下。还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意识的自杀的这个动机，还有这个原因，还有这个遗书意愿。自身可以自杀的条件和环境，这才能自愈，是能诊断为那个自杀的那种自愈。那么看现场啊，还有这个意料的体位，还有这个艺术的这个悬吊的体位，尸体的改变，还有毒物检测的这个阴性，毒物检测一定要做，毒物检测一定要做，检查阴性。还有他杀的时候呢，要检查一下是否是这个沉睡当中，还有醉酒当中，还有用药物昏迷没有抵抗的状态下进行的被意识致死的这种状态。他人的这个意识的话呢，像这个跟阳右的靠白丸这样的，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他杀的这个意识。还有一组是合法他杀，就是异形。执行疫情的时候呢，有这个
典型的这种前卫意识的这种表现。意外性的意识，意外性的意识呢，它在这个地方说服大的人，整个老人、老人院呢，儿童的幼儿园呢，还有床掉下来或者其他的原因，这个发生意识的这种现象。那么今天主要讲解的意识，那么意识的话呢，大家要这个重点看一下这个病理的改变，其中一沟意识一沟的这种这个改变，还有这个意识的这个颈部的改变和这个深部组织器官的改变，这个要重点的看一下。还有意识的其他的改变，比如说面部的改变啊，鼻腔壁和腔壁，由于病人吃的部位，比如说啊，体表以及手部的这个损伤、湿疆还有湿斑的改变，这些的内容呢都要看一下。还有自愈和他愈的区别也要看一下。Thank you.